王新明，吴莹莹，还是我叫你白莹莹啊？，连拢叫你白莹莹啊！就拄讲亲妈放伊煞，伊嘛袂让你继续搁做伊的走仔。都是你害的啦！你袂当害死爸，你是要甲伊关起来，还是藏起来拢好？我拜托你，老爸一条性命好无？我拜托你啦！阿姨，你卖搁哭，卖搁哭啊！真正是唔知轻重呢，这种代志，敢会是用炉的用火就会使啊？这后果足严重的，所以这件代志你莫阁管了，好不？小妹，你先带英离开，我来准备。小妹准备一下啊！我跟你妈已经准备好啊，会服务信泰的事。看起来像像一个意外，我要开钥匙。爸，爸，爸，你先回去。爸，爸，爸，我是你。我袂让你用这身份去伤害母家，我绝对袂让你把母家毁掉。阿秋，阿秋，阿秋，我现在。放手！放手！走！给，给。咦，你走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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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在你无代志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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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父亲太是面真正硬死啊！来，确定袂当讲话才会用。我袂死啊！我袂死！爸，爸！
这敢不是我去店店吃三碗才会好过过啊？我拄只看你安尼飞过来，我过两阵你有练轻功啊？是，那是兄弟，是我家的人，绝对袂当我玩性命。你即马把我当作是兄弟，你进前伫师傅会顶面出卖我，害我老姐好像什么拢无时阵，你哪会把我家当作是兄弟？兄弟兄弟，有我无你，你迄条政府，唔那无听我话，佫摕来对付我，真正是袂晓陪到的家人。这句话讲了无唔对，我的命差一点仔，互你加加去啊！你只只阴天干，我真正好向你学习啊！你变做一款。我听到，就参照恁某共款，我会变安尼，拢是互你变的。你哪会来？你的动作遐尼多，敢有瞒会过我？我拄只看你安尼鬼鬼祟祟的，所以我才来啊。原来你早就咧偷偷跟踪我啊！那恁是安怎你袂斗三工啊？现在才出来挂电话买？林总甲遮尼好啊，跟我说好出去哦。新鲜，你今日干我人？做鬼了害我！无唔对，吴信贤早就选择跟我签合约啦。吴信泰，你就要好好检讨你家己，是安怎你会不甲众叛亲离？大家拢无要插你，甚至拢爱你死。应该讲阿姐，这个所在袂当留伤久，既然吴信还无死。但是继续打工。我拢话，我甲我是，我不怕你害怕。你这人是要怕伊，你就是甲我怕死。咦，别甲伊同流合污，这是我查某囝。爸，国看，阿唔紧动手。依依，别开了，别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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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依依，别动，别让小婉爸，别依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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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。别动。伊那是死啊！所有财产拢是我依林的。你讲啥？我用用收起来，爸不是讲信托，阿哥我财产都给我依林，信托管理写个清清楚楚，这是伊做会管理的。你爸那是死啊！那所有财产拢是我依林的。到时阵，那就啥物拢无啊！确实是安尼啊，但是无影响，像我查是了袂记啊。吴信泰难死啊，就等于是把财产拢交予王依林，
姓范的说话嘞。再宰杀，王一林不斩皮包的钉打。安尼讲起来，吴信泰阁真正袂死。你竟然用这包，这包是要安怎？伊上个这么重，咱先找一个安全所在，给藏起来，卖让发现。以后才偷偷想办法转移信托的财产，等咱家的财产拢摕到手，伊才会当死。可能嘛，只会当安尼啊。电话开来，车离开。你的车等咧，我要叫人处理掉。原来你要过来之前，连车拢准备好势啊，一点啊长头拢无留，真正是歹代志，愈做愈顺手啊。别啰嗦了，到三更，把吴信泰塞车里。刚有人诶，别哪，应该是石头洞路，伊个车无法度过，无代志啊。那恁要紧驶过去啊，较尾有无必要麻烦。你不是说去处理公司？爸有说，这是他打算送给万新民，把很久以前没完成的事情做一个结束。所以，其实他是来这见万新民，不希望我烦恼，才没说的。只要我为万跟那边去查，就能知道爸的路。你不要讲了，你别给我卡了。吴信泰失踪，真紧，大家就要开始找伊。那有人问起你最后行踪，你还加替你妈做不在场证明，千万别当承认是你妈约吴信泰出去，知无？吴信泰有跟我讲过啦，伊讲伊看我跟汪依林有约，有可能。汪依林已经在找伊啊，咱小心应付。若是汪依林找无爸，伊是不是会去报家门啊？真有可能。咱赶紧想一个方法，互相暗卡，莫让人看破家相。